民国105岁生日，彰化县政府特别甲国立交响乐团10月9号的暗时，伫个县立体育馆共同举办天籁光辉2016年彰化国庆音乐节，欢迎喜欢音乐的民众前往欣赏。国家一流的这个音乐演出呢，能够多多的下乡来。所以呢，彰化县文化局呢就极力的来协助。那透过这个县政府这一边，然后县长这一边的争取，然后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把这个NTSO 给争取到体育场这一边来举办国庆音乐会。那这是机会非常难得哈，因为里面的这个包括指挥家，包括这个里面的演奏家呢，都是国际知名而且有得奖的这一些音乐创作者。所以欢迎县民呢在10月9号。晚上的6点半到彰化县立体育场来参加国庆音乐会，最重要是看到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在国际上发亮发光，可以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成果回来跟我们彰化的乡亲大家一起分享，请大家不要错过10月9号晚上7点半在八卦山上的体育馆的国庆音乐会，欢迎所有的乡亲一定不要错过这场音乐会。2016年国庆音乐会，上半段是少年人的青年新势力，包括指挥家吴耀武、吉他演奏家林家伟、小提琴演奏家陈武鼎等，因要甲因伫世界各地的成果，再转来台湾，甲彰化乡亲分享。下半场的歌曲是由本土作家运用原住民、客家、甲葫芦等无同族群的语言创作的作品，予民众会当听到台湾的声音。国庆音乐会立场馆对9月30号起免费索取，欢迎到彰化县政府县立图书馆、县立美术馆、甲万林演艺厅服务台索取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